看看这四个猪，不知不觉都有1个月了哟，现在已经长成这样了，大眼瞪小眼，全都看着我，嘿。这四个家伙现在特别胆小，在里面待着动都不敢动，把手放过去就想要吃了，饿了是吧？一个个的，出也不出来，给。这吃的，一次吃一颗，漏的还比吃的多。快来，出来2个，手上这么多，谁先出来全给他吃哦。鸭子这几个猪，明明都饿得很，就是不敢出来，胆子太小了。不出来也行。就这样吃吧，本来他们这个年纪就是特别胆小的时候。看吧，慢慢吃着吃着胆子就大起来了。这是老几啊？甚至把头都搭到我手上了。吃完以后还要把花盆边上撒的捡干净，这就对了嘛，从小知道节约粮食。来，老四，这还有。对，把它捡干净。吃过饭以后，想想你们应该也是口渴了，来吧，现在喝点水。像这么大的鸟了，一天就给它们补一次奶就可以了，其他时间就让它们在保温箱里学吃。给它们喂一次奶的话，主要是为了给它们补充一点水分，毕竟太小了，还不会喝水。再加点奶粉在里面，给它们补充一点营养嘛，不至于它们会那么瘦。本来学吃的鸟，它是自己吃不饱的。如果咱们一天都不给它补一次奶的话，这还没学会吃，估计这鸟就已经倒下了。看着吃的，一个个像洗了个头一样，都已经饿成这样了，就没有一只愿意站出来的，全都躲在里面。喂完了，看他们头啊、身上啊这些全都弄脏了，把这些剩下的奶粉给小伙子吃，看他吃不吃。来，小伙子，哎，香啊！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忘记吃奶的感觉哟，还会吃，这小嘴吧唧吧唧的，太搞笑了，还一点。就这一点了，把它吃了。剩下有2-3勺，基本上都被它吃完了。它应该吃饱了，不想吃了。